看他的前阳台的龙边呢，他的楼呢比虎边的来的低，虎边的楼又更高。你这边的贵人呢，通常还是要靠名声为主。你在往年我就对你印象非常的好，就好像自己的弟弟一样，小孩子叫他妹妹。对，许多人会摆放艺术品来点缀房间，但东西摆错位置，可是会影响主人运势哦。那幅画挂在那边。可以吧，这一幅画的话呢，因为它有点高，床上面的话呢绝对不行，就会让你不好睡，然后第二个呢容易做噩梦，在第三个的话呢，它可以会让你的财运呢擦肩而过。房间空间狭窄，床位怎么摆放都不对，有什么好方法能够解决吗？佩珍，我来考考你，你知道在电影台里面谁的出现率最高吗？刘德华。当当，不是刘德华，那就是周星驰啦。哈，恭喜你，你答对了。你知道吗？现在呢，在我们电影台呢播十部啊，就周星驰有七部了。真的，随时随地一转到那些电影台，真的都是在刘德华跟周星驰。而且啊，周星驰呢，他的电影特色就是喜欢这个找女明星来扮丑，制造那个反差的对比。好，就比戴老师，我吃了烧酿牛肉丸之后，我的考试都考100分。你为什么变这样？那我不要，那我不爱跟你打气呀！救人了！我要报警。这样子很好看吗？你这样牙龈外露怎么会好看？不会。现在红的人都长这样啊？是吗？现在你没有这样不会红哎。我最近啊，FB 一直得不到蓝勾勾，所以我有点不高兴。我要靠这一招，看能不能得到蓝勾。你是说现在很红的珍珍吗？对啊，牙龈外露露到红。他的牙龈外露真的是有一点多了，比他的牙齿还多哎。其实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，我有吓一跳。我想说他怎么了？为什么没有去看医生这一类？后来我才发现，哎，这也是一种特色，因为你会觉得他很亲切。是。对，而且以前我们都会说牙龈露很多，好像有一点淫荡。对。他不会啊。但听说牙龈外露的人呢，他欲望比较高。干嘛呢？对。这个就要来问一下汤老师。汤老师怎么会知道这个？没有，他有在学一些面相啊，或是摸骨啊。他有摸骨哦。不晓得，早知道就让他摸一下，还搞到分析。啊，欢迎来，欢迎上来。哎，没错，牙龈外露了，真的。就像素来讲，女生的话哦，就真的会比较勾阴荡一点。对。那如果龅牙呢？阿娇。一般来讲，如果牙齿呢是外放的话呢，龅牙的话呢，代表说这个人比较守不住秘密。对，然后露牙龈太多的话呢，代表他个性比较外放，其实也是相对的大方呢。这样。如果女生牙龈外露的话呢，代表说她会为感情啊、为老公啊，一直不断的付出。哎，我没有露哎。要背很多牙齿。你要笑起来就是这样。牙齿很整齐，很漂亮。整齐是后来才做的。就花钱就整齐了。对。今天我们这个委托人呢，他就是牙龈外露的很严重。对。好想给你再带看哦，可是因为我韩国了。再看好了。不要了。有没有那个水？我稍微冲一下。开玩笑，真的啊？你有危险，可以试试看呢。你也很想知道？我好想知道那牙龈外露的感觉哦。好，等下节目最后再让大家看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就是你想看到呢，彩华姐龅牙的感觉的话，就要锁定我们整集节目。对，彩华姐会带整集主持。他很壮观，哎，这样我不会懂，是不是很难讲？壮观，我觉得你这样，赶快再发下一张专辑，会红，我更红，我不可能。哇，这个要怎么唱歌？啊，在在水啊！我如果这样还不是波比耶，对不对？波丢啊，你知道吗？波丢啊，下一波丢啊，这个一戴上去，整个人就有喜感哎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吴尊真真，他就是一个天生的喜剧演员。妈妈真的真好。是。那现在重点是他们。现在跟妈妈住，妈妈还有哥哥，三个人一起住，对，一起share这个房子，对，然后。
通告也没有很多，所以他们现在都想要多赚一点钱。是，康老师，你要来帮帮他。没错，因为从面相呢，他就失去了这个机会了。那风水呢，又失去这个机会的话呢，其实呢，就会让他的生活更加困苦。到底是要事业好，成为天生的喜剧演员，对，还是呢？要谈恋爱以后可以娶得到老婆，他今天要做一个抉择。是，但是呢，我也很想看看汤老师在干什么。真的吗？我就自信。那你要是堂堂一位帅气的风水老师，竟被你们这样恶搞，要他以后怎么面对粉丝呢？赶紧上楼去吧。而今天的委托人吴尊，以搞笑模仿常才以及突出的牙龈，在演艺圈崭露头角，近日更以自创角色真真尝到走红的滋味。辛苦奋斗好不容易才小有成绩的他，该如何维持气势在演艺圈中持续发光发热呢？真真来了来了，你从窗户那边过来很慢。啊，冰冰姐好，老师好。哇，你好可爱呀、啊！来，欢迎光临。哇，这是我在台湾的房子。你在哪里还有房子啊？我想一想，我在哪里还有房子哦？我在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竹南、苗栗，三义、身心、旧爱、丰原、台中、省公、彰化、园林、二水、斗六、北门、嘉义、公平、龙田、尔康、台南、宝安、桥头、高雄、不到宝良、苏寮、苏北、台中、子南、东里、玉里、瑞穗、中部、花莲、新竹、所有罗东、云南、嘉义，最后再回到台北，都有房子哦。因为我每个地方都有房子哦。哦，高飞的那一串是什么？是环岛啊，因为我爱台湾，我从马来西亚来，非常爱台湾，就研究了台湾地图，研究非常久。真的？你这个头发，你为什么不把它梳好呢？毛毛的。还因为戴很久了，只有点结块了，没办法梳好。但是我想知道，你现在这么走红，是你有料想过有这一天吗？其实没有。对啊，就是怎么会有，就是会有这一天，就是现在这么受欢迎，然后大家对真真这样子很爱，很多人的幻想对象。就是问你一下，我也是老师吧？幻想对象，我也是老师吧？当初你为什么想要演真真的这样一个角色？因为那个时候呢，我其实就在看电视，很无聊，在家看电视，看之后我就看到，八九十台那种节目是《越爱情缘》，哦，就看他们就是可能在树后面，就是哒哒哒哒哒哒，我觉得这节目好像蛮有趣的，我就把它记在脑海里。后来呢，我就表演给我朋友看，他们觉得说，这个还蛮好笑的。你演越南或马来西亚，就是东南亚的人很像。然后我就觉得，对我轮廓好像比较深，跟他们比较像。然后我后来就想说，既然这个我朋友觉得好笑，我就把它试着放在舞台剧里面。因为前阵子我有演一个舞台剧，叫《搞笑者们》，结果我发现现场观众搞笑者们，搞笑者们就是继承者们，搞笑者们，对，用的有卖票吗？有卖票，有人看吗？有啦，爆满，然后我们对我们五月多演的时候爆满之后，九月又在加场在演，然后又爆满，对，然后那个时候就在搞笑怎么用这个角色，结果发现观众都很喜欢这个角色，但其实他这一口饭真的吃得蛮辛苦，对，为什么呢？从大门一进来就发现说呢，大门是一个引财气的地方，出去呢就是他的事业运。我们先看他大门的外明堂呢，他的楼梯啊，龙边是向下的，对，龙边向下代表说呢，男生的运气啊，通常都会比较差一点，而且呢，他的事业呢，必须要经过很多的波折啊，他才可以到这种程度。哇，龙边有楼梯，就是好像你的事业就像溜滑梯一样，是，还有。不平静，其实他还把他被推到水里面啊，就往下往下。追求财啊，工作比较辛苦，对，变成说水应该如财啊，对，是应该遇水则吧，我应该一直被丢在水里。对，那我把它当作是一个很好的历练，代表财，你看才会财源滚滚而来啊。那我先去把浴缸装。走的时候在泡对而且他就是那种泼到顶的，因为每次看节目公司大家欺负他，他也不会臭脸，然后永远就是还在旁边笑，然后就是有一种你不会觉得欺负他，对，不会觉得欺负他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，对，还是很残忍嘛，而且他们觉得很好笑，他们超过分，因为我不知道什么，我很怕草，草地的草啊，会不会是这个草？
印象很深刻是有一次我爸要带我去采草，他说哎，采草，对，这个是采草莓的，采草，然后采在草地上，不要这么无聊的活动啊，没有，就是纯去公园，他要牵着我的手说要去采草，踏个青，我说啊不要，他就说来采草，我一采上去，我印象很深刻，我就大哭，然后爸爸就开始说你是不是男孩，你是不是男人，然后就把他头在草上撸，从此以后我就变成女人了。对，你看他草，你就会不行，对对，很危险，然后要一拳过来。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地位。对，因为我们刚刚讲的，就是外面的话就是龙边向下的嘛，但它湖边呢刚好又是个电梯，所以湖边也不平静哦。等于说电梯在湖边上吵啊，等于说它的机会啊，还有它外面的口舌是非呢，通常都会特别多。所以我觉得他今天有这个成绩啊，确实是得来不易的，所以一定要好好珍惜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个呢，这个是比较特别的一种煞气哦，就是从他们家呢的大门口上面有一个梁，而且这个梁呢是从外面穿到里面，而且压在人家大门，真的很明显哎，就是而且就是从他的大门直接穿进来，对，外面梯间就有，对啊，对，从外面直接穿进来，所以他有一点穿心煞的感觉，对，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穿心煞，而且呢是穿在你家的大门。代表什么？别这话是里面的房子啊，别人只要做两分力，你可能要花十分力才得到两分的成果。所以呢，在这边的话呢，它的比重啊，它的收益平衡比啊，都不太好。所以呢，在这边要多做很多啊，劳碌啊的问题啊，特别的严重。那怎么办呢？这个穿心煞。对啊，对，其实穿心煞呢，最主要其实有这个煞气呢，比较害怕。但是呢，你确实在买房子的时候，或是租房子的时候呢，你可能需要呢做一点装潢，把它做一个化解。那如果说你没办法装潢的情况下呢，我们在这个横梁的地方呢的左右两侧呢，我们可以呢钉子，然后挂上一对红麒麟，或是呢挂一对白水晶球，也可以做化解。红麒麟，对，白水晶球，白水晶球。那如果说呢租的房子没办法钉子的话呢，我们就在这个梁的正中间呢，可以贴上一个九宫八卦，也可以做化解。九宫八卦也可以，对，就可以把这个穿心煞做一个化解。要不然说真的那么辛苦，然后对啊，没有成绩，或者是要比别人更加倍，然后对啊，努力有时候都白费了，对，所以有点多力。这个投资报酬率的美国啊，对啊，有些人可以那个美美帅帅上镜头啊，他却要那个很辛苦的来搞笑，搞笑也很好啊，也很好，其实搞笑也在做功德，也是一种功德。你搞笑，然后让大家很开心，就是。福报，对，对啊，把欢乐带给大家，没错。但是如果吓到人家就不好啊，不会啦，都会吓到人的。小朋友看到会哭，啊，不要哭哦，珍珍姐姐可爱的。对，这个脸，哎，不是脸，不是脸，对，就老是把他脸。把它估了为鲶鱼哥，对，上次比较像鲶鱼啦，很多人都说我长得很像鲶鱼哥，是哈，哎，说是哎，那是公甘原住民哎哈。你现在很像沈文成吗？立马来呆呆。因为我轮廓比较深一点，然后很多人把我认成是鲶鱼哥，就是除了彩华姐之外，还有佩珍姐都曾经把我认错成鲶鱼哥。其实我们人在社会上做事呢，就是怕功劳被抢走，也很怕你做一件事情呢被隐藏你的功劳。哇，所以你的做了很多好事呢看不到呢，其实呢从他的大门，我刚刚讲压梁啊、穿心煞，还有一个他摆设呢也是出人大问题。大门口错误摆设，前途坎坷一片暗淡。事业女性贵人缘旺，前阳台便能看出端倪。出去看看前阳台的龙边呢，它的楼呢比虎边的来的低，虎边的楼又更高。你这边的贵人呢，通常还是要靠女生为主。你这个女的就对你印象非常的好，就好像是自己的弟弟一样，小姐，小妹妹。